看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问一下还是跟展览相关的问题哦，抱歉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这里这里麻烦一下哦。做比较跟他自己面吗？啊，对，今天晚上开始就有一个跟Steve Aoki 跟Max 合作的一个新的英文单曲，然后也有中文版本，两个编曲完全不一样，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喜欢哪一种版本。啊，有现在在赶工，对。我希望。我就对，因为好像现在比较多的形式是一首一首发嘛，所以我就给了自己一个借口，专辑就还放不在 schedule 里面。有一个大时间点，你说。我没有时间表，但是公司有在催。对，对哎，我现在还是偶尔才会有一些零星的工作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，反而有一点不习惯，因为之前记者会都是跟大家分开的状态。对，看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问一下还是跟展览相关的问题哦，抱歉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刚刚看到茄子蛋有跟他们聊天吗？有互相评论一下彼此穿什么衣服。他们穿的，我觉得他们穿的非常帅。然后我们刚才也在展件里面拍一些有趣的照片，到时候再秀给大家看。昨天想问一下，今年年底大家讨论过跨年这件事，今年有没有机会看到？我也还不清楚哎，因为行程表都在经纪公司呢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可能就是看我穿比较露嘛，对吧？那你没有看过我的胯下吗？心在痛处伤，心痛伤了天。